很多你走在路上就很多人家家户户在板豆请大家吃、哎、那种感觉，气氛很好。对，就是北港的小过年，我觉得比真的过年还热闹、嗯、真的真的真的、嗯、而且、這個、我觉得那个很温馨。我们当时就是那个当外地的朋友其中之一、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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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邀请你们来吃饭，然后问我家老人什么叫做一格啊，什么叫雷跑、嗯、连我家艺人都到我高中才知道、哦、我也去过盐水，小时候都去过盐水风炮，镇南宫那我也去过挂香，以前我们是当时的妈祖，港口宫的妈祖，对，港口宫的妈祖，因为家哥细汉时阵拍儿戏，对吧？安稳大当家，我靠边个港口宫上大，对吧？哎，去家个妈祖，哎，修修啊，这干儿子啊，我妈祖是每年都要去拜的，对。但我到高中才知道，原来北港一格为什么？因为我那时候的初恋女友跟我说。喂，我们那个北港一格，然后我会上去哟。就是这个口气吗？你初恋女友这么直白吗？你不要丑化你初恋女友。没有这样，上去很可爱，会化妆哦。我丢糖果给你，你初恋女友谁会一拳揍你、哦？我丢那个果风小铺的爱心给你，竟然是果风小铺时代的眼泪，那、欸、是高级货哎、欸。高中对对对，高一中山路果风小铺旗舰店，真的是高级货。哦、然后去就看到我那个前女友，然后在上面啊，好可爱哦，国中生的还坐在上面。不是，他身高看起来是小朋友啊。一格车如果去就知道，还有一楼、二楼、三楼这样越来越高，上去对对。随着年纪，你的就可以往后越来越高，你就会怎么样？嗯、往后就他一层、两层、三层。我从小每次一定会被排在最前面那几层，然后就跟我妈说，我要做到什么时候，我可以做到最上面的那一层。因为到现在你也上不去啊。啊，不然你要想管你这。最下面、啊、你会不会挡到啊、哦、会挡到后面的人、嗯、而且他那个一格上每个是有主题的、哦、比如说、哦、这个是王母娘娘、哦、所以最上面那个可能就是最大的那个对就玉皇大帝妈祖、啊、他就是主角啦、哦、通常是主角 C 位啦 C 位对对对、啊、下面就是一些什么仙女啊美女啊美女杂鱼杂鱼丫鬟丫鬟丫鬟当时我跟我妈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坐上去但我从我装到我大学毕业后第一年工作，毕业之后工作已经上班族了，二十几岁了，还没办法上位。所以我第一次看是、哦、他邀请我去，然后去哦，好好玩，也是要到高中才知道，对啊、哦，原来有一格，嗯，像比如青菜什么的那种，他就丢真的丢菜，跟你相关的，我真的接到一个高丽菜，哇，酷毙了，就是那而且是一整颗，没有他们其实会小心。去年有那个麻油啊，整罐麻油在丢，整罐麻油，整罐麻油也很屌哎、欸。可能你家里是在做什么的、嗯、还是什么就是幼稚园丢小孩不至于小时候早就想丢了不至于那是别人的小孩要丢自己身要丢自己的因为丢的都是什么自己去买的对、啊、自己去准备来的、嗯、跟大家结缘的那要开出这些经验真的真的真的所以当然是、哦、你身边、自己在做的那丢最方便对、啊对啊、所以其实没有补助哦这些丢的东西全部都是发自没有对自己内心自愿的自愿的结缘品应该这么说是 我一直以为三月十九是假日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有放假在北港的小学、哦真的那怎么上课、欸啊、对合理合理现在也是放吗我不知道我小时候是这样、哦、那时候是放的对 我现在不知道、哦、反正就是小学我知道那一天就是放假、就是、放假、啊、我后来不是国中去嘉义念书吗我就超羡慕我没放假为什么我都放假我也好想放假你像国中高中应该是请假回去了吧对啊就是请假回去、啊、你被刚刚讲的那一套行程对我不知道在哪一个网站还是谁有排那么详细的说哦这个行程照这样走这个懒人包是这样你要来玩个两天三天照这个懒人包走、嗯、你知道要去哪里玩对、啊、什么东西好看他、欸、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要不是有李贝讲的话真的不知道哎、欸，掌声给李贝哎、欸欸，你帮他选那个欸、北港镇镇长，不要害我，拜托！别屌，刚别屌，不要害我！好啦，五星好评啊，去留一留啊！如果你是因为蔡哥或是李贝才知道北港一格的五星好评，留起来，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力量啊！嗯嗯、好啦，下礼拜见了，下礼拜见啦，下礼拜见！干你妈个扫兴死！好了，拜拜，拜拜，拜拜。